每一只动知识。人类在冰河时期后就褪去身上大部分的毛发，只剩下具保护作用的头发、腋毛和阴毛。现今清理私密处毛发，通常是为了便于卫生及美观的个人习惯。但是把下面的毛除干净，真的只有优点没有缺点吗？阴毛其实有避免异物、病菌入侵、引起发炎，并保护阴部、降低摩擦痛感的作用。但现代人已经有穿外裤、内裤的文明习惯，更在乎的是私密处美观问题。使用剃刀、除毛膏等粗暴手段，都会让敏感的私密处皮肤历经修剪、再生的过程中造成刺激，形成红色凸起肿块，类似痘痘的毛囊炎或巴氏腺囊肿，更增加感染性病的几率。所以私密处护理不一定要把毛除干净，卫生整洁即可哦。